自2007年起咧，維佳就一直支持香港基督教服務處，與我哋攜手為服務使用者提供適切嘅幫助。作為長期而友好嘅合作夥伴，我謹代表香港基督教服務處，衷心咁感謝維佳多年嚟無間斷同埋慷慨嘅付出，讓到我哋唔少嘅服務使用者咧得以受惠。維佳係一隊充滿熱誠同埋樂於將佢哋專業回饋社會的團隊，我很榮幸能夠同維佳建立到呢段咁深厚的夥伴關係。維佳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一直以嚟都有一個很緊密的夥伴關係，因為我哋咧攜手一起為服務使用者提供了很多的幫助。我很慶幸有他哋喺咁多年以嚟咧一直支持我哋，作為我哋一個長期而友好的夥伴。我最深刻咧係維佳咧，佢每年咧都會捐贈一啲投影機同埋投影幕套裝俾我哋嘅。呢啲小小嘅裝置咧，其實真係大大改善咗我哋單位好多嘅設備噶。而單位嘅設備提升咧，係直接影響到我哋喺提供前線服務嘅時候，能夠更加順暢同埋事半功倍。除此之外咧，維佳嘅員工咧，佢哋都身體力行。每年咧，佢都會透過義工服務直接將温暖送俾我哋嘅服務使用者。例如咧，佢曾經落區去探過我哋嘅長者，同佢哋一齊進行地板冰壺嘅活動，又試過咧同我哋嘅基層兒童一齊進行手工揀嘅體驗工作坊。呢啲嘅活動都令到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印象難忘。仲有最緊要一樣咧，就係維佳佢好支持我哋嘅願望成真行動。每年佢哋都會透過捐款，直接咁幫助我哋一啲有經濟困難嘅弱勢社群，令到佢哋嘅願望能夠達成，同時間咧喺一個佳節上邊送上一啲嘅祝福同埋喜樂。不謀而合，維佳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都係秉持住以人為本嘅信念，去服務我哋嘅持份者同埋地區。在未來的日子，我很期待繼續和維佳攜手合作，透過更多多元化和適切的服務，回應社區上弱勢人士的需要。